富贵五更春梦，功名一片浮云，眼前骨肉亦非真，恩爱翻成仇恨，莫把金家套杏，休将玉锁缠身，清心寡欲托凡尘，快乐风光本分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德纲，今天跟大伙聊一聊咱们生活里常见的一类人，或者说是一种行为，打肿脸充胖子。其实炫耀也好，显摆也罢，这个心里怎么说呢，反正人之常情啊，但有一样，这得是你拥有什么东西情况下，你不能说你没有了东西你显摆什么呀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打肿脸充胖子这种举动弄好了，反正也就落一个打肿脸，弄不好呢容易受伤。其实咱们要说的就是唐朝有这么档子事儿啊，这牛皮吹破了差点出事儿。唐朝有这么一天，京城城郊的一个大宅子外边，吵吵嚷嚷站着好多书生，急着开门。哎，这头呢，这刚一捅开，几个人呼啦一下子往院子里冲。进去就喊有鞋呀有鞋，地上里里拉拉的鞋点子打正房的门前撒下来，卢兄卢兄，大伙儿过去把门踹开了，门一开，地当间躺着一个人，地上不远扔了一把宝剑，剑上血迹都干了。这几个书生吓坏了，赶紧扑过去，张三掐人中，李四摸脉搏，王五赵六又是扇耳光又是检查胳膊腿，好半天这位卢兄才悠悠转醒。哎，有鬼呀、几个人听完之后毛骨悚然，这个就问那个，哎，这院子闹鬼是真的吗？你不说假的吗？怎么回事呢？这得从前两天说。这几个人都是京城里的书生，平常关系不错，前两天又聚上，酒过三巡就大伙儿吹上了。这个唐朝啊，读书人比较推崇的是侠气，很多书生都是这手手不释卷，还那个手手不释剑，讲究个文体两开花。所以读书人凑了一块，除了交流文艺，偶尔也交流武艺。这几个武艺虽然差点，但架不住大伙追求上进呢，人人都佩剑在身，没事就嘴上谈剑，这个路数那就肯定是以大丈夫自居了。那么这些个大丈夫里边谁最大丈夫呢？那就看喝多少了。喝完之后呢就攀比了，一开始还说着都是能干的事儿，后来就不可避免进入了这个创作的环节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酒有凌云志，喝多能上天。头一个上天的就是这卢生。这卢生其实胆子最小，胆小如鼠啊，但是呢文采好，所以大伙儿平时呢也都挺喜欢他。人就是有这种奇怪的癖好，扬短避长，缺什么他就嚷嚷什么。卢生就是这样，你说他胆小，胆小不是优点，但也算不上什么缺陷的，那有什么可争竞的，是胆小就完了呗。他不行，不承认，非说自己平时啊练剑的时候都是半夜上郊外乱葬岗子，这练的这是辟邪剑法。这天一喝酒，这一说这个，这张三就喝多了，平时就瞧不上卢生吹牛。好嘞，你啊你也别乱葬岗子了，我叔叔在城郊有个院子，离乱葬岗子还不远，荒了好些年了，都说那儿闹鬼，你不是练过辟邪剑法吗？你敢上那儿住去吗？你不用多住一宿，我们管你叫大哥。卢生就愣了呀，这牛皮收不回来，面子比天大呀。行，你别说一夜啊，
你要是愿意把这房给我，以后那就是我跟鬼的家。好家伙，吹牛占便宜两不耽误。第二天一帮人出城了，到这院子一看，好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，挨着个烂葬岗子。有个年纪大点的书生说，张三呐，你叔叔买这院子这目的就是为了练胆吧？张三乐了，没练出来呀，让鬼撵走了。大伙儿说说闹闹，卢生一直没吭声。自打走到院子门口啊，他那脸刷白。其实这会儿你说我呀，喝多了，我吹过头了，我哪练过这个去呀？啊，我错了，走，咱喝酒去吧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但他觉得不行，今儿就是死这儿，也不能把脸掉地上，啊，吹出去的牛皮就是我的脸。嗯，进院吧。哥几个挺周到，来的时候给带了一天的吃喝，都是挺好的酒菜，还弄了被和褥子、枕头，拾弄好了。你住这吧，啊，那什么，我们再留一个下人啊，给你做个伴说话。卢生正要答应，有人说：“对对对对对，留个人吧，好别把他一人吓坏了。”你这句话又坏了，把他这好胜心激上来了。我不要，不好，我就得自己啊，我自己好好会会那鬼。都走啊，那走吧，那就啊，把卢生自个儿留在院子里。出门的时候，他还喊着：“门锁好了，省了明天你们来不认账。”说我晚上回城了。大伙儿一瞧，那走吧。回城的路上有心软的就问这张三，哎，到底有事儿没事儿？你别再闹着玩，可别下死手啊。其实哪有什么闹鬼闹妖的，人那宅子本来就是类似农家乐，后来附近的村子败落了，也就不住人了。张三是故意啊，想逗逗他，板一板卢生这个打肿脸充胖子的毛病。第二天再来，站门口喊了好几嗓子，没人搭茬，大伙吓坏了。就是刚才故事开头说了那个，大伙进来看着躺地上有血，这些人好不容易把他掐醒了，抬上炕才发现床上根本没睡啊，桌上酒菜没动，心说这一宿净练剑法了。卢子爷三魂七魄丢了一多半，来吧，给他喂点吃的喝的吧。好家伙，喂喝的尴尬了，昨天忘了流水了，酒倒是有一坛子，来点吧。咕咚咕咚一碗下肚，再看卢兄啊，腮飞红霞，眼横秋水，来劲了。张三直搓手，不行，他空肚子不能喝酒啊啊，这哪行啊。哦，再瞧卢子爷来劲了，酒有凌云志，喝多能伤天。这就开始了，手舞足蹈了，给大伙讲这一晚上惊魂之夜。大伙看听他说吧，说这个昨天呢，你们走了呀，我就把驴啊拴到院子里回了屋了。我没想到月上中天的时候出事了，就在那个窗前的位置，一个黑影上下翻飞，也不飞近也不飞远，刚好在月亮洒下一束光的地方啊，飘啊飘啊飘啊，舞动个不休。大伙儿听在这儿，觉得脚后跟窜凉气。哎呀，陆兄啊，你那个受惊不小哎，小小鬼魅何足挂齿，我一剑就把鬼物斩落了。大伙儿心里嘀咕，这个估计确实是胡乱劈了一剑嘛，是不是？那之后呢？其实他斩三鬼影之后啊，卢生是准备上床休息。啊，当然就是吓得半死了，打算蒙被子。谁想到屋外台阶上有脚步声，慢慢的到房门这儿。卢生说：“我仗剑而立，只等他一进来一击得胜。”啊，我谁知道那鬼物啊，也不知使什么妖术，打算变换之后，从门旁边有一狗洞进来，狗洞里有声音。当时我大吼一声啊，这冲着狗洞挥出一剑。怪声就消失了。哎呀，可能是用力太猛啊，我是昏过去了。大伙心说你那是吓死过去了。可这个时候张三呢一脸的迷茫，怎么可能真有鬼？不能啊，我在这儿住过，除了耗子没见别的呀。
张三在屋里转悠，走到刚才他说黑影飞舞那窗前呢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嗯，打地上捡起来是个旧头巾，已经劈成两半了。一群人围上来研究，举着头巾跟窗户那摇，嗯，还真像是长翅膀的什么东西。原来呀，是衣架上的头巾啊，在窗前的风里边飘起来了。卢生不敢上前，就给了一剑啊。大伙儿这个就不那么害怕了，恐惧去一半，说找着那钻狗洞的鬼吧，还真有血。光听说鬼能穿墙，没听说鬼还得钻狗洞，找吧。可这一找，大伙儿乐坏了啊！鬼这会儿已经在这儿呢，在院里看热闹了。什么呢？嗨，就卢生骑的那条驴啊。晚上卢生吓得哆嗦，拴驴的时候手上没劲儿，没拴紧，半夜这驴挣开了。溜溜达达上台阶儿，不会开门啊，找一狗洞。这驴很好奇，把那鼻子嘴啊往里边塞，跟那咻咻咻一劲儿的喷气。所以说他主人吓坏了，一剑过来把驴鼻子划破了。哈，大伙儿乐坏了，哎呀，还真能给自个儿加戏啊。嗯，这个大伙儿乐乐了一回头坏了，你看这个卢生啊口吐白沫了，怎么呢？哎，他已经吓得不行了，刚才比比划划这一阵儿全仗着那碗酒，酒劲儿一过人虚脱了，背过气去了。大伙儿一瞧，弄回去吧，弄回去又养了一个月的病。卢生这个事儿算是打肿脸充胖子，后果比较轻的。现在很多人虚荣心把自个儿陷入尴尬甚至危险境地的情况多的是。啊，有的人明明没有能力，满口答应做那些做不到的事。有的没有钱，没有钱弄贷款买奢侈品。啊，还有的明明本身不是那个一掷千金的主，还在直播间里边重金打赏，就为了人家主播说几句奉承话，这个事儿太多。这已经不是打肿脸，这得打断腿。打肿脸充胖子的背后，有可能是希望得到认可的这个急迫感。但更多的时候是出于跟自身情况不符的虚荣心，这些个无用甚至有害的虚荣心该怎么克制呢？咱只能说，人呐，你要真的自知自重，而且能培养出自得其乐的能力啊，可能您就不需要这么多过度的炫耀了。我之前说过嘛，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，骨子里边您得尊重自己，脸上这些假的没有意义。哎，话说的有点絮叨，但是呢，跟大伙儿共勉，谢谢各位吧，咱今儿就聊到这儿啊，改天再聊。